长笛是不是很难呢、啊？其实不会，跟直笛比起来难一点点而已。哦，真的吗？要先从直笛开始练。艺能界的小笛哥，你有听过吗？小笛哥，情欲小笛哥。今天如果有这机会的话，咱们就让情欲小笛哥也有一展现的机会。可惜今天没有带长笛。稍等，有吗？稍等，你不要偷窥人家长笛。哎呀，哎呀，糟了，他有带。没有带了。情欲小笛哥，而且要拿出来的时候很特别，因为这个要这样拿出来。对，情欲小笛，你就拿出来，你真的把长笛骗出来。对，骗出来，我请他骗出来。来来来，那这样好了，你先在牛棚练头，好，我练习一下，如果还不错再合奏。我出一下，出一下。这一首听说是在贝多芬呢，他在那个耳聋之后写下《命运交响曲》，完了之后的另外一个小作品，哎，取名叫做《Barbecue》，完了 Barbecue。他吹，然后我帮你按指法，这样还可以哦。这个玩法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预备，七。其实你在控制的，对呀，你气不能差，默契默契，已经不用按了，还不切，一边七，好棒啊！你吹的最好的一次啊！我 OK 了，本人不满意，我有一个要求，你还是吹，哎，然后你要唱，我真的自己吹了，我帮你拿，要不然刚才太像孙女在帮，没有没有，你还是你按，你按，因为你然后你唱，我差点吹到这一支 ，One two three go， 完了完了完了，天哪，好难 ，Barbecue 了。真的 barbecue 了，真的完蛋了，真的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真的 barbecue 了， barbecue 了。哇！什么新生的演出啊？谢谢谢谢，好猎奇哦，好像孙女在帮阿公完成。其实会有点蛮害羞的感觉。失智的阿公这样子，不错不错，失智的阿公，对，失智的爷爷吧。找回了对这个情欲小笛哥。不瞒您说，我们这边也都是有很多气场的人。哎，对啊，来跟你比一下气场。嗯，我来啊。哎呦喂！啊，你用萨克斯风，哇塞，还有一边。你点头我就按了，注意哦，瞳孔快要放大了。哎，好，来24秒4，小弟哥，小弟，小弟哥，用萨克斯风那个气应该更强哦。好，一边，加油，小弟哥。不好意思，笑好听一点啊。你喜欢？我走过他身边，突然听到。来，一边。啊，随便一个音。你还有音？你还选没选啊？你还选音啊？你要配咪跟嗦是会有差别，配对了。配速。一点，只要声音还在就可以。一边七。没有吸好，再试，三秒零二，三秒传出去能听吗？再试，再三秒歌，三秒这样不好听，真的，再试，预备，加油。
没了吧？这个，你旁边不能笑，我最后我才脸，我快 OK 了，你就没有没有，连后面那个渣渣也算进去，23秒，险胜险胜，因为我后来看到那个 monitor， 然后慢慢推进，好像这是什么怪节目？这是在干嘛？对呀。